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杰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到东京足立区西新井散步，欢迎大家喜欢。主要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西新井大师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所以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如果坐电车到大师前站下车，马上就可以到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从这条山道上开始散步吧。草木地，在这条山道上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商店。很像中国的青团。これ何？え、すごい。ドライフルーツ専門店。アジの横綱だよ。これは何お店？大志喫茶店。我走完商店街，就是西新井大师的正门。走入院内，有很多摊位，日语叫雅代，游客也非常多。在路口的左边有这样一个西欧脊肉，对皮肤上的釉有改善作用。馅饼，非常美哦。现在是二月底，正好是梅花和早樱开花的时期，所以来观花的人也比较多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樱花是早樱，它从二月上旬到三月上旬开花期比较长。这两颗是梅花，
正好是开花时期。院内的水声、空气都非常清晰。最后，在出口之处有一个神社，大家随着我上去看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已经到了尾声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，谢谢。